新华人科赞美酒店外围广场对日时到暗时是相当的闹热，因为今仔着圣诞节来到酒店特别举办着圣诞感恩祈祝活动，将近60单的这单位有二手甲一般的这摊商来组织展售着各种食用的物件，活动超过着5000人次来到现场来参与。基本上这回奇迹酒店嘛，搁伫这落雨松的森林边啊，而且湖边来设置着4公尺高的圣诞树的造景，同时无定期会飘出着人工雪，这款美景，互人敢若亲像是伫外国同款，而且圣诞树嘛变成了翕相的这热点。来，我们水豚往里面一点点。你酒店表示讲，活动主要是英雄嘛，有这真温暖的这公益，而且性质。酒店第八届暖暖圣诞赞美友爱活动，也请了有社团体来到现场来设搭，希望借此和更多民众来认识到这机构。你除了是这了解之外，暗时宴会甲灯光秀嘛相当精彩，民众讲真就是伫这台南的迪士尼。这回活动毛真侪代表台南的计宣布到现场来进行大游行，包括鱼头棍、甲台南市政府的菜市啊，这菜篮、顽皮世界、野生动物园的这豚宝、甲龙田车车这杜潮兄、甲关田农会这巧玲儿等，而且活动嘛，让大家度过着一个相当快乐的这假日。南天新闻台以上，神话采访报道。